Hello， 火箭赛吗？咱们今天继续给大家挖一个恐龙蛋啊！我操，割仇了，割仇了！哎呦，千万不能让女主播看到啊！让女主播看到的话就不得了了啊！喜欢户外干旱的朋友们，双击加关注，看我干旱直播。来，火山的朋友们看一下，咱们在这里发现了一个海老鼠的洞，那就望着手啊，往里掏一掏，转一转，转，又出来了。喜欢看干旱的朋友，给个双击，给个关注、评论666。来，朋友们看一下，海边发现一个张开凤，张开凤，我喊你，你敢答应吗？来，呦嘿，呦嘿，看，什么东西呀、啊？毛蛤一个啊！喜欢看干旱的朋友，说归说，闹归闹，都说海葵不着调，但是海葵煲个汤确实特别补。有老铁喝过这个汤的，扣个一；没喝过的扣个二；没见过的扣个三。啊，这玩意儿属于特别多的，你看看，哎呦，大补的东西确实。火山老铁啊，沙滩这个球球太多了啊，让这个密集恐惧症的老铁看着非常的不舒服。咱今天接着给他刮平了，好不好？双击关注，感谢老铁的。